第一个笔画点要写的相对要平，所以形状由轻到重，方收笔，横撇，横短撇长，到折头提按，向左下方斜压到横画上面去，压多一点，竖画用垂柱手向下垂直的点，尽量向上靠，使其上紧下松。曲的竖画要低这个左部的点的起笔，在它下方一点。横折，横要细，竖要粗。顿完之后向左下方斜的，这都是向中间斜的，一个细一个粗。竖画要有高低的变化。横不要太长，向上靠得紧一点。两点，这里对着两个竖的下方，这个横画对向左伸出一长，离这个竖画要近一点，顿完之后向右。右边倒伸的不要太长，所以左边与右边的长度是不一样的，要收右画，横笔等距，所以上宽下窄到梯形，竖画间距基本相等。再第一个横画起比较轻，要细短一点，眉峰收笔，竖画要粗，要稍微短一点。横第二个横要长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要细一点。横画要细，间距基本相等，横折横要细一点，竖略粗，向中间斜的。这个竖画要垂直，斜钩要起了长，要细一点。顿完之后向右下方斜行笔，勾上去。撇要往中间靠得近一点，穿插下来，点在这个上方，不要太远了。斜钩要两头微粗，中间要细，与这个横跨我把这个转折的地方挨得紧一点，起比较高一点，向右下方伸展，横跨间距基本相等，要细